证件麻烦一下啊。我证件都，他这个不用，证件我能看。你们消费多了，都爱往那跑吗？我们你们也要。哎，我没有带证件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哦，来换门啊！我们学校工作证件带过去。该是唯一店面落地窗玻璃并未拉上窗帘，因此清晰可见室内有四名民众坐在桌上把玩象棋麻将，当中三人还未戴口罩。经调查，林姓屋主与其他三名友人并非同住家人，现场甚至有三人未戴口罩。本间经搜证后，依传染病防治法第36条的规定，函报卫生局裁罚。